我们不生产八卦，我们只是娱乐圈的搬运工，天然的弱碱性娱乐话题，关爱八卦成长协会良心出品。Hello， 嘟嘟。没错，本期贵圈真乱，我们请来了深受毒品迫害的好基友现身说法，来爆一爆圈内鲜为人知的毒品社交各种丧心病狂的明星吸毒故事，帮助大家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认清毒品的危害。节目开始之前，再一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微博关爱八卦成长协会和微信 Gossip Maker， 除了每周的视频节目之外，还有文字八卦专栏和语音小八卦的推送哦，么么哒。哎，我说什么叫做毒品社交啊？它其实是一种什么呢？确定我们是一个圈子，就有点像夺命状一样，可能因为大家走得很近，同时有很多秘密，我为了防止你出卖把很多东西告诉别人，那我们在举局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这个毒品局，你不玩的，但是你要跟我在这个圈子里，对不起，我这也要我们这个局很难，你必须得叫我，这样之后把你拉拢进来之后你就出不去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认识你。他们以前娱乐记者这一块，北京有一帮叫四川帮，为主的是当新京有一个负责人，也是四川的，我忘名字，他们平时就是哎，艺人有些艺人要做宣传，就会把这个桶这些活就捅到他那里去，哎，然后他就把这些召集起来，哎，最近我们国家在一起发稿子，就把大家有利益捆在一起，然后他们有时候经常就在北京的郊区去放了组织，啊，就是通过这个把大家捆绑在一起，包括这些圈子里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，你不玩你这东西别进来，你玩了这东西我们是一体，你出去之后我就有你这个把柄在我手里，你就不会在外面乱了。而那也很那些明星都玩什么呢？吸毒有很多种，像点软性的大麻，都是植物性的，植物性的是对人就相对来说是伤害没有那么大，而且它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成瘾，比如摇头丸啊，那种什么 K 粉冰毒，那些是化学性的，那是对人伤害最大的。为什么这么多明星都吸毒呢？玩音乐的那个是搞这种混音的，搞编曲的，搞这种混编的，这些人是特别需要这个东西，而且基本上是圈子里面很多都在用的东西。做音乐的人他不像我们搞那种，做电影的，做电视的时候后期剪辑，演到一半的时候你出去上厕所，出去抽根烟，出去玩一圈回来接着酒，有可能你回来之后你有新的灵感就算了。我剪音乐的那种，那比如说混音的这些人，他是不能断的，开始剪的时候灵感哦，有一个旋律出来了，他一直要顺着这个感觉一直剪一直剪，有可能一个三五分钟的音乐的片段他可能要剪两天两夜都有可能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他经常会用一些大麻呀，或者是打一些盐啊，这个他其实你没有那么体力，需要靠这个来维系。还有就是演唱者本身，一场演唱会你比如说八点钟开始，有的唱到十点十一点，有的晚上唱到十二点，四个小时，就像功夫神练的又唱又跳，他靠什么？特别是这种唱跳型的歌手，在这种演唱会，而且一开就是一礼拜，特别香港一开一二三四五一礼拜连跑五天，他的体力是跟不上的。很多以前的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因为他真的体力不行，你在中场换衣服休息的时候就赶紧来一口。以前不是也爆出来这种新闻吗？是谁我忘记名字了，可能也是香港的天王之一，那就是在后台的时候跳到一定程度上体力快不行了，他就立刻来一口，靠这个东西来维持体力，这种东西他们叫做什么？叫打工作业。我觉得不可能全是这种情况吧。还有一种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，比如说当年一直有很严重抑郁症，他自己很抑郁很悲观的一个人。之前2002年的时候，他们当时在丽江，2002年的时候丽江还没有开发出来，丽江那边其实有那种自行车就在公开就卖那种大麻的，那个是合法的，
你们在喝，没人管。然后没外人的时候，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音乐，他们在那边去采风去玩。我就想就在外面买，那这样也不是很好。当时好像几十块钱一捆，买一大捆，然后就把它卷着抽。然后当时那个时候，丽江根本没有开发，还没有开发的，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小朋友在旁边跳绳了，然后拿那个绳子在那跳，周围就是这个远山，然后那边就是水。抽了之后，整个看到这紫星，自己眼泪就流下来了。突然你怎么了？我想，我感觉我在天堂里，就是小孩子在天堂里面跳绳那个很美好的感觉。这是另外一种情况，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抑制他本身自己的一些问题。听说，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是专门收集摇头丸的毒王。那个毒王，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这种摇头丸的。之前讲他有一个盒子，那铁盒子啊不大，然后那铁盒子打开都是他自己找人做的，一口一口，有黄色的，有蓝色的，而且是全世界各地搜罗来的那个摇头丸，取了个名字嘛，什么什么法拉利的呀、啊，奔驰的、啊，然后他们一口一口，然后今天就朋友到家里去，他就打开跟他炫耀，你看我们这个了不起，这是我从哪里来的？这颗是台湾的，这是从欧洲过来的。听说还有一些明星，是靠吸毒减肥的。啊，吸毒减肥那是的，吸毒减肥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那种毒品吸食了之后，你可能在药性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这是减肥。然后等你药性过了之后，你这第一天、第二天，你会一整天，你什么都不想吃，你不想吃东西，而且有的你会觉得很恶心，你还想去吐。所以为什么你吸了之后你就没有食欲，喝水就觉得恶心？所以说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吸毒的一种减肥的说法，就是它会破坏你的这种消化系统的那种感觉，让你觉得自己没有饥饿的。听说毒品还有伟哥一样的功效啊？为什么就是说毒品是应该？因为这东西就化的很好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有的毒品它刺激你的血液循环，在晚上搞女人的时候就跟吃伟哥一样，它可以一晚上搞，不停的，你平时没什么感觉，这男的来继续一直在啊，洗手拍的时候上头的时候哇，觉得好难。你像女的吸了有些毒品会有后果，就是一直流，止不住哎，就是这样。听了好基友的详细爆料，会长只想说一句话：贵圈真乱，都分不清真假。当然，也必须提醒那些一心想红的艺人们，要洁身自好，不然下次被警察叔叔抓走的就是你了哦。还要提醒各位广大的青少年不要模仿，要是实在想找点刺激，那就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“怪八卦成长协会”，或者是看看有各种小道消息的 Gossip Maker， 听会长我吹吹牛逼吧。对了，本周五将有天娱特辑《你不知道的艺人之吴千语郭敬明》重磅上映，下周一我们也将继续的好基友爆料贵圈真乱黄赌毒。得嘞，本会长也乏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凭借告退。